北京市人大常委会26号审议了天气灾害防治条例草案，首次将霾列为气象灾害，一旦出现霾，可根据应急预案采取临时交通管制、错峰上下班、停工停课等应急处置措施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26日审议了天气灾害防治条例草案，首次将霾列为气象灾害，一旦出现霾，可根据应急预案采取临时交通管制、错峰上下班、停工停课等应急处置措施。